我光一天录五集真的是很累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大哥不说话，小弟只能干嘛？帮他们擦屁股。而且我小弟单价那么低，录五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变五级狼？我需要发泄。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？哦，必须要打一下来舒压。有一个双子座女孩要跟我组队。双子座，我跟你讲，她比较闷骚，而且双重人格，我一定要帮她多打一点，建立一点革命情感。我发现我跟她蛮有默契的呢。干脆跟她要个赖好了。哇塞，这个大头贴，哇，打成副本还可以遇到这种仙女等级的，赶快约出来吃个饭。终于要跟我心爱的双子座女孩见面了。据我所知，双子座女孩是风象星座，这种女孩呢是属于比较聪明的，所以她们喜欢的类型是文青类型的男生。关于这一点，萨切利东已经准备好了正愁予的诗。我达达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，我不是闺女，是个恩客，哎，不是，是个过客。我已经准备好要看他陷入爱情的漩涡里。Ready。且立冬，哦，是撒葵的立冬。你准备好跟我上来撒葵吗？我是说上来撒葵这些有意义的事啊。哦，你今年几岁啊？22。22？嗯。那你肚子会饿吗？对。我果然很懂你。那你既然22了嘛，嗯，是成年人，那我也是成年人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做一些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。什么事？你知道我吃鱼的时候只吃鱼头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把我剩下的余生交给你。你愿意跟我共度余生，嫁给我？你白头偕老，是不是爱何时？我跟你讲，你双子座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双子座两个双两个儿子，你有病吗？谁要跟你结婚呐？什么吃鱼头吃鱼生的，不吃鱼啦？扮什么文青啊！我只是要跟你在游戏里面结婚而已嘛。可恶，没想到风象星座的女生竟然这么易怒。没关系，风象不行，我在御剑神州还有其他的方向，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真命天女。我是啊，你就是糖糖。对啊，我就是糖糖。嗨。哇，糖糖，你真的很漂亮哎。谢谢。这么漂亮的女生，就值得这个花。来，随便你花。好，谢谢。这么好，一见面就有花。对啊，对啊。而且我仔细观察你，糖糖，你真的不是普通正的女生。怎么说？你有两个正。两个正。嗯，因为你是。堂堂正正。那你知道我是立冬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遇见你之前我姓张，遇见你之后我姓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姓什么？我姓冲动。啊？奔放，奔放，哦，热情奔放，对对对。那这样想一想，其实我们这样子算是蛮适合的啦。所以说。你准备好要嫁给我，来，戴上。不用啊。哎，不是，不戴，不行。看看，我跟你讲，不要。你看，不行啊。有没有？你看，我们不止个性合，
我们此生还很合，嫁给我吧，糖糖，成为我的真命天女啊！我们才认识不久啊，你就跟我求婚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适合。你不要，哎，不是啊，那你不要，你戒指也给我带走。没想到我在遇见神州，竟然遇见强啊！想不到我全民禽兽竟然二连败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就继续在遇见神州找我的真命天女。我是艺人张立东，本人在此真佛惠腾惠雅，18岁以上，限定水象、土象星座，译者私讯，非诚勿扰。请问你叫鸡鸡？鸡鸡？机车的鸡，机器的鸡。哦，同个鸡嘛。对对对，同个。哎，你好，鸡鸡，你知道为了今天的约会，哇，下了多少功夫？哦，好用心哦，真的很感动。不瞒你说，你也是我理想的型啊。真的假的？嗯。那我方便问你一个问题，上班族平常会不会请假？会啊。会啊，那你请假的时候都怎么做嘞？我会递请假单。请假单哦。对。哦，刚好。哦。我这边有。请假单。哎，对。所以我可以请假。对，你现在可以请假。老板，我要请假。哦。恭喜你，鸡鸡。嗯。你终于答应请假给我了。好。我愿意。鸡鸡宝贝。请允许我加个宝贝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打开遇见神州，我发组队邀请给你，然后马上到红娘那边公证结婚。等一下，你必须等我一年。一年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明仔要做兵啦。啊？恳亲没来哦，你恳亲我，我就恳亲你哦。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不是，你是男的。成功领。好宝贝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知道了，他叫鸡鸡，他真的有鸡鸡。没关系，我现在什么像，剩下那个像我也要，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真命天女。啊，是应该买醉了，但是再怎么买醉，也买不到 my love。我这样子一直挫败，我要怎么找到我的真命天女？哎，我不是乞丐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只剩下土象星座的女孩。土象星座它是最直接的星座，所以它不假装。我现在就是穿我平常的衣服，我再也不装成其他人，我就是张立东。我现在就要跟他直球对决，他一来我就跟他告白，跟他求婚，我一定会成功。哼。直球对决，直球对决，直球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是 Becky。哦 ，Becky， 我是立东。那认识彼此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好 ，Becky。啊。嫁给我好吗？立东，我知道你很渴望跟我结婚，但是我们见面还不到3分钟哎。啊？见面3分情啊？不是，我这样直球对决还不行。啊，那好了，我不打扰你了。等一下。我有个方法可以让你找到老婆。老婆？该不要花钱吧？我跟你讲，花钱的老婆不会幸福的啦。不用花钱，让我来教你。你手机拿出来。哦。这个。这个 NPC 是陈雨安哎。嗯。哇，本人也太像仙女了吧？那早知道陈雨安，干嘛还跟这些女孩联谊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哦。我先跟我的雨安宝贝闲聊一下，你自理。连 NPC 他都可以，我看我以后还是要多多提防他。雨安宝贝，你记得今天这个公园浪不浪漫啦？浪漫就好。你姓陈，我姓张，我们终于顺理成章的成为夫妻了。你周年快乐。
1周年了，不要那么见外嘛，坐我腿上。干嘛？看什么？奇怪，不要看我老婆漂亮哦 ，loser。你看那个翘他，哎呦，漂亮！哎呀，抱住你，太好了，顺理成章。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我一定经历过。这份爱要多深刻，才能在千年后依然记得？遇见宿命，遇见神州。望着你了。